30分钟跑5公里是什么水平？身材、性别、年龄都有影响。还有，这是你什么情况下跑出来的全力还是随便跑跑？一个正常男青年5 km 30分钟还是很正常的水平，不算好不算坏，女性的话算比较不错了。我一般跑5000米都是 27.28 分钟，没有特别快低跑。那些业余高手都是 22.23 分钟左右，在网上就比较难了，世界纪录12分半多点，其中差距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跑步为了健身追求速度就没有意义了，人与人之间差距很大的。